一直想掉下去，想过你为什么掉我下去？没事的，再来。三寸文寸，在这村子应该没有人了，三寸尖角也没有人演了，对不对？有也是你们第一位，对不对？那我希望我做的就是这样子，我做的就是这种，帮你们想好，帮你们去可以有后续性的东西，相信可以卖，这才是我们这次行出来走的这方面。他不要下降，其实哈，你看我们在烹调里面很少下到酱，其实为什么？有些东西你要追求原味嘛，因为酱的味道太重，盖住豆的味道，盖住油葱味道，盖住你本身三叔你要表达它的味道，就翡翠尖角。啊，太棒了！我都帮你想好了，对对。那、啊、你要试干水分，稍微把水分试干，因为饺子类的东西哈、哦，就是怕水分多，第一个不好保存。啊，你也可以用布哈、哦、把它吸水吸一吸，哦，包到里面去。好、哦，这种东西我们烫一下，因为山竹本身它有一些植物黏液，对，不要让它太，可能烤完吃起来就会很焦虑，很不棒。我平底锅就可以，等时间冷锅就可以把这个尖角拿下来。排的时候就一个一个排好，稍微中间的所有的都粘在一起这样。OK， 我们就稍微焖一下，啊、拿个盖子。OK， 我们就就地起排了啊，不好意思，不然应该它是要一个盖子，把这些水分煎干就行了。它会产生这种类似冰花的这种效果。